张勋进京之时，在北京火车站秘密接走的老人，这个老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。而张勋随身带的箱子里面所装的也不是什么珍奇宝贝，而是崭新的清朝官服。张勋接来了康有为，带着官服是要干什么呢？这就要从张勋进京之前说起了。在张勋进京之前，康有为在徐州张勋府上住了长达半年之久，他们俩天天筹划复辟的事，一唱一和，那时候他俩就挑起了复辟的大梁。在康有为到京后，他立刻被接到了张勋宅中，而一群复辟人物也早已集集一堂，万绳氏、张振芳、雷震春等人连夜开会，以最快的速度将复辟事宜准备妥当。譬如诏书、上谕、官职安排等等，只等张勋一声令下，就可以改朝换代，旧梦重温。随后，张勋便命人分头前去请陆军总长王士珍、步军统领江朝宗、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来商议复辟。来齐之后，张勋跳上台阶，大声宣布复辟大业。当有人提出此事过急，需要再商议决定，张勋也没有听从他人劝导，就决定了复辟之事。1917年6月15日，张勋便在溥仪的两个老师陈宝琛、梁鼎芬的引领下入宫叩见训帝溥仪。据溥仪当时回忆，他初次见到张勋的时候多少有些失望，只见张勋穿着一身纱袍褂，黑红脸，眉毛很重，胖乎乎的，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。张勋这次入宫并没有待多长时间，见溥仪大概也就5-6分钟，随后便走了。半个月后，7月1日的早晨，张勋便命王士珍、吴炳湘将辫子军放入城内，待到晨鸡报晓，天色渐亮，张大帅请大家饱餐一顿后，便请在场的各位换上前朝袍褂，准备入宫行复辟大事。这时张勋的手下统领过来报告说，辫子军已经占领城内外要冲，一切布置妥当。张勋听后一跃而起，大声道：好，我等现在就进宫，请宣统帝复辟就是了。就这样，在辫子军的护卫下，张勋一行人来到清宫。溥仪的三位师父陈宝琛、梁鼎芬、朱一帆一起进来找溥仪，他们脸色十分庄严。陈宝琛开口说道：张勋一早就来了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大清复辟了，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张勋，这是为民请命，天人与归。溥仪这才明白自己又要做皇上了。随后溥仪接见了张勋等人，答应了复辟之事。于是国号由民国6年变成了宣统9年。张勋在复辟之后通电全国啊，宣布了复辟的这么一个消息。在通电当中，张勋呢，他指责民国初年的乱象，说是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，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啊，至今日民穷财尽，国体也不免动摇啊。张勋认为啊，民国之所以这么乱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国体不良，实行了共和导致的。以张勋他的理解呢，所谓的共和制度就是5年更1整统，则一大乱；1年或数月更一总理，则一小乱。
啊，还不如君主立宪制可以安稳国家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自清帝退位后便一直冷冷清清的紫禁城立刻又变得喧哗活跃起来。首先是遗老和前清官员们一波接一波的前来觐见皇上，请安的请安，谢恩的谢恩，一个个恨不能立刻官复原职。张勋复辟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啊，一大早警察们就出动了啊，整个北京城的警察倾巢而出，挨家挨户的通知宣统爷复辟了。复辟讯息传来啊，这满清的这些遗老遗少们仿佛就像中了六合彩一样啊，赶忙把珍藏多年压在箱底儿最深处的这些前清的这个袍褂翻出来了。市面上那些原本因为过时滞销的旧式的这些袍褂呢，就立刻成为了最抢手的这些商品。所以还没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这个市面上能见到的这个前朝的衣冠啊，就被抢购一空了。那买不到这些前朝衣服的这些遗老遗少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挖空心思啊，有的到这个唱戏的这个戏班子去高价买唱戏用的那些前朝的衣服，有的呢就跑到了这个寿衣店啊买清朝的这些官服。所以当时北京的街头啊，可以说就是群魔乱舞啊，各色人等都出来了。